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欲言又止 AI Studio， 我是妹子 Plumi， 现在为你实况歌玉碎。先让我喘一下，今天我一整个下午都在折腾，因为我要去买新的键盘，所以就跑了很多间，先跑了黄色鬼屋，然后又跑了很多贩卖店，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有点累，然后今天的影片有点晚，然后就对不起。啊，就是这椅子是什么？等待的椅子应该在走廊上啊。对啊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我先出去看看。不找些什么线索的话，来这里就没有意义了。你就一定要这么的有意义吗？真的是。其实我也很想要找回淡定的自己，可是。这个游戏真的是太令人恐惧了，所以找回淡定的自己其实有那么一点难。刚刚我的红茶又喝完了，哎，不对，我都是喝绿茶。下行就去死吧！都排放着药品，似乎很危险。有一本写着诊查表的笔记本，病历，病例在哪？最后一个，横宽的病历本虽然是病历，但也只是笔记。诊查表，主太郎，什么圈正壮等作祟，福建高次郎圈正壮等连续头痛想吐啦啦啦。精神异常啦啦啦，幻听、幻觉，能看见绿色的脸吗？田中次郎，发烧，工作辛苦了，死吧！羽山鸟信三，心脏疼痛，还在进行注射摄取，要提前准备好。弥生奈奈子，我没有错，我没有错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就算赔上也什么后什么不给你，不给你，我看不懂那个字。天哪，板子上贴着纸，写着很有趣的话，呼吸的秘诀。重视患者以不痛不惧为信条。诊查表是护士所闻所写，就这样吗？话说下面是什么？下面这边都没东西吗？好吧，我先记录，记录。这里写的什么？我看不懂，对不起。人偶的发声器在说了些什么？不，手，别来，别来，什么别来？人偶发声器在说了什么？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哦，要下床底下吧，要知道真相。要掉到床底下？不是吧？要掉到床底下哦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要调查床底下，调查床底下，什么？可是好像什么都没有啊。调查床底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人偶发声器到底是干嘛的啊？不是该，就是他只是想要吓我吧？人偶发声器，什么都没有啊？
对啊，什么都没有。调查床底下。你可以找警察吗？床底下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耶。跟他调查床底下，可是他刚刚说什么都没有啊。我只告诉你，调查床底下。有什么东西贴在床的背后？更衣室的钥匙。更衣室的钥匙。医院一楼的钥匙门，门钥匙记录。他最多只有六个，我存不够欸。这一间吗？就这样，记录。这里有什么吗？打不开，都打不开。这更衣室也太诡异了吧！新闻的碎片。很烦欸，为什么每次都那个？又那个了吗？新闻报纸的碎片，是不是什么时代的玩意儿？似乎很旧的样子。诅咒，改革的内幕。8月20日，什么县山内进行的通过新市改革计划而建设的建筑物之中，工作人员及相关人员相继发生离奇死亡。渔岛皇后夫妻第三子诞生。我们平时只是普通的公民。所以是有什么东西吗？我觉得那个红红的好怪哦，红红的很奇怪，是不是被上锁了？啊，要小心，某个橱柜里有古怪。啊，这可以过来？他说的是那个橱柜吧？可是这可以过来，可是却回不去。某个橱柜里有古怪，我要一天天找吗？不是吧？然后找到民国几年啊？某个橱柜里有古怪，某个橱柜里有古怪。他刚刚是在这里跟我讲的是吗？打不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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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似乎上锁了。我要一天天找吗？不是吧？某个橱柜里有古怪，这我要找到民国几年啊？打不开，打不开，全部都打不开。我到时候会不会玩这款游戏玩到最后，反倒不怕变得很生气啊？你又在整我，每个都打不开。对啊，全部都打不开啊！他在整我吗？某个橱柜有古怪，就最后这个橱柜而已啊，就只有它是打开的。物品，这里他可以使用砖头工具吗？不行，没电了。这里一定有古怪，可是他说某个橱柜有古怪，可是就没有东西啊！整我！某个橱柜有古怪，
东西？难道后面要再查一次吗？对啊，全部都打不开，是我卡关了吗？最可疑的就是这个柜子哦。我们身上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吧？病历，目前就只有病历比较可疑而已。病历跟那个报纸的碎片。对啊，这就没有什么了。病历呢？还是病历有会换字？查表、作祟、连续头痛、想吐、啦啦啦、精神异常、啦啦啦。你看见绿色的脸吗？是吧？嗯，就算什么什么也什么什么看不懂啊。打不开啊！助手，那个孩子没有错吧？嗯，救救我妈妈！住手！住手！那里开了这个记录，是这里吗？那个孩子没有错吧？有哪里打开了吗？这里没有，这里那个孩子。没有错吧？我怎么知道那个孩子有没有错啦？是在哪里啊？难道这一间可以打开了吗？还是被上锁了？好吧，我们回到楼上去。我们刚有记录，所以应该没关系。没错，太好了呢，恭喜，谢谢。一定会有幸福的家，是不是？放手，住手！我觉得那个娃娃好像快坏掉了。血，是那个女人不好。橱柜的钥匙记录，越来越毛了。橱柜的钥匙是哪里的钥匙？生锈的钥匙似乎可以打开橱柜啊，就是那个钥匙。好，我们要回去打开那个橱柜了。那个橱柜跑出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先记录吧。生锈的橱柜钥匙，好紧张哦！天啊！开哦，开锁了。有一个人，你要干嘛？哇哈，这是什么？妈妈，妈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妈妈，错在这吗？不想再打开了。地下走廊的钥匙，刚刚是他妈妈在里面吗 ？Oh my god！真的是，天啊！是刚刚的那个，没关系，你过来吧。我知道你这样挡住了我过不去，所以我必须引诱你过来。趁现在，拜拜。他该不会有两只吧？记录。锁被打开了，就像锁开子。要求地下室，医院的地下室通常都是停灵间，不是吗？这是哪里？一个人，他躲在下水道要干嘛？很好玩吗？不要，为什么？这里呢？你是谁？李奶？为什么？
我已经搞不懂了，李奶为什么？全部お前のせいだ。他说什么？是要追杀我吗？过来吧！天啊，前面呢？是什么？一只手！我赢了！我要先进了！天啊！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一下是妈妈，一下是水沟的女人，一下是李奶。你这个脸是，不管出现什么，对我来说已经不足为奇了。我要找到真相，这次会出现什么？给我露出庐山真面目！这是作祟，你还有你的一族都要死。你找到真相，在那瞬间就决定了你的命运。为什么不能寻找真相？我完全不明白。答案就是真相，我不能告诉你。告诉我。哥奶发疯了啊！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反正始终都要死的。姐姐，大家都死了哦。没错，之前的大家都是死去的亡灵，所有人都不是真的。没错，大家不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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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在了。别给我说这种令人反胃的话。你果然不是真的。他脸好清澈哦。想要知道真相的话，就来这边。想逃吗？喂。他脸真的好清澈哦。快逃快逃逃出去。其实不会很可怕，只是觉得很机车。我因为太过恐怖的离开了医院，然后决定拜托警察，一开始这么做就好了。警察的话之后会找出真相的吧。现在的我因为杀人的嫌疑而待在监狱，没有出口的密室。我没有杀死大家，但是我却被抓了起来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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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为什么会待在这里？不要追寻真相，不要追问。啊！天哪，他竟然没有翻译到哎！他没有翻译到，所以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。刚才那是猴子吗？就这样吗？这样就结束了吗？不是吧？哎，真的结束了耶。天啊，这样我要重新来玩一次了。不过这声音超讨厌的，真是够了。啊，那我觉得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先拍到这里咯。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实况影片。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点个喜欢。想要及时到最新的影片资讯，也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有任何意见，欢迎留言在下方的评论板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咯。